大桥火光从桥上坠落，不过这不是精彩表演，而是火灾意外。五号晚间，中国石家庄呼沱河特大桥悬索断裂，导致景观灯起火。根据了解，这座大桥是河北石家庄负新大街的重要控制工程，也被当地人称为网红桥。在今年9月28号开放通车，目前才开放一个多月。事发当下可以看见民众拿着灭火器试图救火。晚间施工单位已经到场处理，但还是遭网友质疑，明明才刚使用不久，怎么就发生意外？中国网友表示，不是豆腐渣工程才不正常，石家庄现在有一大批工程陆续亮相，设计很棒，但建造速度超快，品质令人堪忧。也有人为大桥喊冤，认为大桥帮助疏解市区交通，也没有波及无辜民众，相关单位回应，若有品质问题，后续会再进一步处理。